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oey 何小姐。这段片将会介绍上水中心四座一个三房单位，实用面积是532尺。原先这个单位是有两个洗手间，业主就改了做一个，所以客饭厅会空间更加大。我们现在看看，大门口入来会有个玄关位的，人右边就是一个长形的厨房，可以看到有三边的工作台。这边客厅的位置，景观是向西南面的，可以望翻前方是清河村那边。原先左边会有一个浴室的，业主就拆了它变成饭厅的一部分，所以这边会非常阔落。浴室就做了一个企缸啦，咁有咗地方可以放洗衣机嘅。第一个房间，呢个第二个房间，咁有个 L 型嘅窗台。咁最后咧就是个主人房啦。主人房空间非常之大，除了放到衣柜啦，双人床都可以做到三边落床嘅，咁或者利用埋个窗台嘅位置。咁虽然单位属于低层啦，咁但系采光度非常之好。如果想睇呢个单位，记得揾我啦，我系上水中心第一分行嘅 Joey 何小姐。